越来越那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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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所以啊，就是讲来讲去啊，这里不是个好地方。花钱的地方吗？就因为一次的经过就沦陷。这是调好料的地方啊，讲得像毒窟一样，隐藏版的呢。对啊，乡村隐藏版的景点呢。没有，说实在，这个是第一次来哈，那么有拿到东西哈。不然你点对面真的是这么像。不知道还有好多啊？是吗？抢姑，抢姑，从前面来，你来抢姑。没那么爽，是吗？啊，你看到你在起来，在起来。不好意思哦，稍等一下，今天人手不太够，速度比较慢。对啊，你记得的呢，去海上啊，看你什么时候剩他一个了。这不是煮饭的，这不是煮饭的吗？对啊，来。等一下，马上进来。对对对，也在这边了，快上岸了。快码头了。大哥，你洗完上了吗？啊，你先去。好。对了，一袋。你刚有没有在对？哦。快去结。哦。这是啊，三点几了。拍啊。啊。拿了，拿到之后开始。不是的。没有，他已经拿到你三只了。不是，我已经，我拿那包了，那是好小只啊。我会来。要拿在这里的。嗯。呵呵呵。啊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对，包了，因为你讲这些都差不多了。因为那些都是兄弟虾了，那都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那可能他的那个感官，他觉得说他拿的是包比较小。来，想换一包，两块没关系。啊？哦，应该是超过了。可以，没关系。来，第一包。真香！哈哈哈哈哈！那谁有大包？那谁有大包？我没有默契啊！我默契，我们只是来打工的。人家是打工换数，我们啊，这位仁兄他是打工换鱼啊！哦，有兴趣的人请不要来报名哦，因为我怕人太多，名额不足了哈。没有，买到太熟了，有时候都会在这边。那里有冰可以放哈。这边离码头会很远。好，很好，你上去上面就看得到了。对对对，上去上面呢，外面那边是潮湿的，好。好，这个专业的问题要问他。今天有螃蟹吗？有螃蟹，有螃蟹。有螃蟹。但是等一下要照号码哦。那个是照号码的，虾子不用照号码。好，先拿去，你要进来。啊，光线就400。对，你要。
等一下就不拿了，还是后面这个原来也是摆到。